我们再来看张杰，虽然他在这个个人造型上一直会受到一些诟病啊，但是他坦言这并不是他所关注的焦点，因为呢用心做好音乐才是正经事儿。最近呢，为了给新歌《我想》拍摄 MV， 他也是非常的拼命。黑色西服套装搭配小白鞋，这一次张杰在新歌《我想》 MV 中的装扮依旧是那么的不够时尚，但是这又何妨？虽然穿衣搭配是弱项，但咱这干劲儿可是谁也比不了的。早上五点，然后起来，然后坐早班飞机过来，然后明天过去早班飞机也要走。虽然工作繁忙，休息不足，但是张杰却打起了12分的精神，在漫长的拍摄过程中，每一个镜头都认真对待。这次拍《我想》的这个 MV 呢，就都是拍一些情绪的东西，很帅的那种感觉。巡回演唱会开唱在即，新专辑也在筹划当中。最近一段时间，张杰可谓是分身乏术，但即使是这样，张杰依然镜头十足，不觉得累。唯一让他觉得可惜的就是跟老婆谢娜相聚的时间实在太少，因为让我想让我早点睡，所以电话之后也没有。新闻在线台北采访报道。